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我把你鞋带再弄一下。你是不是没睡好啊？看着怎么这么疲惫啊？怎么看出来的？就很疲惫。没有，我昨晚睡得很好。要不我们不玩这个也可以，我们可以出去走走，或者去吃好吃的。你不是很想玩这个的吗？这么关心我。我很久没玩这个了，我还等着大显身手呢。哼，我再帮你弄一下。Thank you.